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来，真心话还是大冒险啊？真心话还是大冒险？都成，你看都来吧，那就好。先真心话，你和粉丝互动最大可以到什么程度？你先别说，我让你选。握手，可以可以。抱抱，可以可以。公主抱，可以。是公主抱你，还是你公主抱粉丝？都可以。你想被公主抱吗？我不是特别想。公主抱起来转三圈，这样会受得了吗？粉丝受得了，我都可以。好，亲亲亲脸颊，可以啊。亲嘴巴，接下来走上舞台，可以。舌吻，中国总经理，这个要看人家心情了。全球董事吴好的好的，那我们要不要接下来再进行一下大冒险？好的。哎，你身高体重是多少？身高186。体重最近有点不稳定，我不太清楚。这里不能够说谎的，因为我们现场有量的工具。哦、对对，要不我们，我真的错了。对，要不就直接上吧。体重啊，黄景瑜身高168，体重85公斤。85公斤是平时差不多是这样吗？肌肉比较重嘛，你懂吗？啊、哦，就身材好。还有一个，我们现在还有尺子呢。你有量过你的腿有多长吗？没有啊。就我觉得大家也很好奇你的腿到底有多长。量一下。要不今天让我们美女来给你量一下腿。来，美女。量。哎，我觉得你今天出去会被很多人殴打。你们猜他腿有多长？腿1.8米。那是我好吗？多长？腿是多长？好，接下来走上红毯的是107，所以186公分，腿有107。实力演员王千源，我觉得很不喜欢你。哦，好的，拜拜拜拜拜拜。